今日请坐。今日要来介绍哦，台湾民族英雄哦，第二集。咱头一集是在讲啥？在荷兰时代，咱出一个叫做《计怀疑》哦。当然，这讲起来，恁上网络去看会着啦吼。啊，即嘛第二集，第二集讲水鬼，有人知影啥人是水鬼哦？不，安尼一百分。阿母王，安那叫做阿母王。啊，伊安怎奈来翻清？哦，咱一项一项来讲。哦，当时啊，这是1683年。晚清来占台湾，所谓的地图，就这家个囝当兵，这寡囝已经有开发的土地，算晚清的啦。啊，这边北北这边哦，叫做后山啦，迄毋是晚清的土地，所以有啥物证明？晚清都爱剃晚清头着哦，留一个头鬃尾溜着哦。你看原住民敢有老母老头上马溜？没有嘛？哦，啊，也阁有你要入去原住民的地区的时候，拢有兵在过的，迄是敢若边疆共款，哦，叫做隘口，就是讲某一个所在拢有围起来了吼、哦。但是过一百多年了后，满清的地图围起这款型的。加这地上重要，这地叫做卡马兰，即马叫做格马兰啦，卡马兰啊啊，卡 C A V A 卡马兰啊，即个是即卡马兰族伫住诶遮，啊，即个土地吼、哦，本来是，伊本来完全是讲啊，你迄拢是迄原住民住诶，不爱插你。其实这并不足大的，啊，这个五山入去开垦，五山入去开垦，炸人哦，炸家是，哎，有计划开垦，开垦了后土地哦，哦，这地产姓张的，这地产姓王的，这地产姓陈的，啊，都挂好势了后，得提好完成政府，请完成政府。把卡巴兰这块土地收入大清的版图，你知道满清怎么表达？表达没什么介意，但两年的时间果不理中，但是把你收入来、啊、为什么这块大大好好的土地要送你，送你满清、啊、你还要等两年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个晚清的官员贪污真诚信，普通若开发这边的土地，西部的土地吼、哦，头一个来就是西龙，西龙就是将军啦吼，啊占台湾，打败狄政客狄氏王朝的人吼、哦，伊。迄阵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大概1万8000家，爱7500家跌落地下落，还是外国嘛？为头一工就开始外国啊嘛！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袂输咱新台币哦，头一工哦都叫人外金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新台旧台币啦，开始印的时阵哦，台湾银行发行哦是发行260万。去美国纽约印的哦，迄钞票印来，一块台币等于一块日币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日币真有价值嘛，吼、哦，一块对1:1，但是伫发行的迄天，台湾银行，哎，有一个人来寄钱，寄偌济，300万，如假包换纽约印的，啊，这。但我那当时长哦，总经理拢惊一个，我今日才发行260万，啊，你哪有300万现金？伊讲，嗯，我是宋之文的人啦，行政院长的人啦，
所以台湾的币制哦，哦，头一天古代币都贬值一半，去予中国人歪去，即共款，即无管做一朝代，哦，贪污腐化，即是完全的情形，哦，啊，即就是即块卡马兰你开发的土地，啊，你都已经划分好啊，我要安怎贪污？派贪污嘛，以前就是讲你开垦的土地，这个是阮小弟的，迄、那个阮大兄的，恁拢爱给交税金，乌白来了哦。啊，即嘛，所以咧，牵拖两年，达国不离三将，甲即块土地挂入万清的土地哦。咱小话讲一个吼、哦，概述啦吼、哦，台湾控清的概述。1786年，吼、哦，11月27，林爽文，这是另外一个台湾民族英雄林爽文，在彰化反清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反清南部响应，啊，刷落到个艋舺、德产，德产就是新德，南部到个洪山，全部在控清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建白，吼、哦。这个林爽文的抗战，有满清有派三处，为中国派三处的兵来，一处建属台湾人，二处过来建属台湾人，第三处都甲中国常用的兵集合起来来打台湾才输去啦。啊，无林爽文迄阵，咱台湾都独立下啦吼。啊，那这款情形，咱聊聊再过来讲吼。哦伊头尾吼，拢总控清三年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是一年三个月，吼、哦，规个台湾拢控清，我袂输即嘛，满意度20%，这意思共款啊，吼、哦，对哇吼、哦，啊，速度征兵台湾，我是讲三遍，吼、哦，啊，当时有四川屯垣。四川屯垣爱解说一下，四川吼、哦，甲西藏连到阵呢。其实四川屯垣就伫西藏高原的西藏人，西藏人生活伫40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伊派一挂人来台湾种菜，因为台湾吼、哦、有悬山，啊，即、這个普通的汉林兵无法度爬悬山。无法度了，去到关山都，就心中都要定去啊！啊，派四川屯垣这个生活在4000公尺的这个藏胞，啊，没就现在也都林爽文哦，哦，这晚清占台湾213年中间，哦，有林爽文大革命、朱一贵事件、甲戴调春事件。拢是大革命啊！这是上大的三件抗清的代志。哦，先发生朱一贵事件，所以咱今仔日先讲朱一贵。哦，啊，迄阵满清伊的兵马哦，常用的对这款兵啦。哦，啊，213年是安怎算？咱讲较简单的，日本统治台湾几年？啊，50，大家拢讲50啦，啊，我讲51啦，安怎来讲51呢？吼，哎，这历史的算法吼，爱知影，你头尾年拢爱算，1895年到个1945年，吼，五对五吼，不是加一嘛？啊，51年，安那丢了，安尼算法才合理。满清占台吼、哦、是213年，为头甲尾，所以我写一本书讲《满清据台213》，满清占着台湾213年，中间伊做虾米好代志？吼、哦，这213年的中间吼，吼、哦、大型的革命340遍，哎、欸，你。
即寡吼都拢无咧个，台湾历史书拢无写呀，三四十遍。吼、哦，有历史通查的案件138遍，控清吼武力哦，吼无武力个无算数哦，138遍。所以台湾迄阵有一句话在讲：三年一小犯，五年一大犯。就讲台湾人吼、哦，控清三年一小犯，五年一大犯。所以其实是年年拢犯啦，138，你213，差不多隔等于就犯一遍嘛，吼、哦，会使讲日日改拢犯啦吼，这是犯清的原因真多吼、哦，啊那了解台湾的历史，你就知影讲这是官逼民反，吼、哦，我都甲你起油，甲你起价。电给你起价，啊都，恁无犯嘛袂使哩吼，啊，即因迄个时阵是安怎来压迫吼？138件事件内底吼，第一种是台湾人 ，People of Taiwan， 吼、哦，台湾人本地台湾人反清事件，拢总有83件。这就是讲，即寡住喺台湾的人吼、哦，对满清真无满意，全反清。哦，但是这83件大部分的案件甲红门天地会组织有关啦。咱知影，就该就参加什么帮？青帮啊！啊，一个洪门啦，吼！啊，洪门甲青帮吼，两个是真无共款。啥物叫做洪门？吼、哦，就是维护满清的，维护明朝，吼、哦，因为明朝是洪武元年嘛，洪武年嘛，所以洪门就是洪国维护明朝的官朝代，就叫做洪门。啊，这个中国人哦，经过孔子的儒化教育了后哦，每一个人哦，拢爱钱、惊死、叫爱面子。这个满清是人口无到1%的，无到汉人1%的人，占着中国230多年，奇怪嘞，这。汉人到底犯了什么罪？犯了什么代志？和一个少数民族，少啊剩1%的人来统治200多年，这过去无人在跟你讲。来民政府，这就是特别跟你讲一挂，为什么？哦，啊，伊这东西哦，咱台湾即个有。本地的台湾人吼、哦，有反清吼、哦，有83件，甲大部分甲红门有关，因为红门是陈友华，哦，陈英华所创立的红门，啊，红门咱有另外一本在讲吼、哦，即要安怎握手，要安怎打招呼，要安怎去地点啊吼、哦。这地杯要安怎摆？啊，我看你摆咯，你就知道我知道你的要求是啥物。吼、哦，我跟你握手，啊，我就知道你是红门的人。吼、哦，哎，真侪规矩啦。啊，以前也够有夜市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夜市我都较无去研究哈、哦。有83件，吼、哦。第二种是原住民，各族的抗官事件。有17件，原住民有17件，哦，原住民毋是日治好计啊好计，当面迄个好计好计，伫满清的统治下，甲因吞打，哦，啊因表现飞蛾扑火，就是讲吼、哦，野吼、哦、看到火吼、哦，啊都爬去，啊爬去去学火烧死，啊，原住民用个这种精神来伫抗争。第三种就是分类械斗38件，我这分析哦，
什么叫做分类戒斗？伊完全上惊台湾人合作无间呐，都爱甲你分别，吼、哦，讲话无共款嘞，河洛人甲客人，就按个刮一刀落去，吼、哦，所以有闽客斗，但是人口上多，漳州人甲泉州人，音调有小可无共款，叫做漳泉斗。啊，一个有闽客漳泉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有县级斗，你是家己的啊对中华，吼、哦，啊，族姓互斗，姓林的甲姓王的，吼、哦，啊，佫一项哦，叫做客客斗，客家人抬客家人，去互人塞弄的时阵哦，要做奴隶啊，全都客家人抬客家人。这是族群械斗，还、哦、一、啊、个有就是职业团体互斗，这当中有38件，这是、哦、分化，台湾人受到分化、哦啊、这个严重性到今天还有存在的、哦、反清的目标以前、哦咱这个晚清的是吧？伊头章吼，是的，哇，现在这个吼、哦，这是翰林的头章，这关系。晚清的头章是加一撮啊，加一撮啊，这是较早前，中期吼、哦。哇，一撮较大撮啊！后期是一撮，这款的头章大家拢知影了吼。哦，啊，翰林叫你吼、哦，叫你留这款头章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在对翰林真大的侮辱了吼。搁刷落去，第一吼、哦，伊完全把台湾视为敌境，伊讲你来这个所在是敌人的境界，敌境的、哦，所以你这关人是敌民哦，不是同胞哦，哦，刚才二二八嘛，又把台湾人看作嘴讲同胞啊，嘴啊，全都给你断落敌胞嘛，哦，哎，这同款的代志吼，第一。1796年发生同款，好、哦、啊！但是反清复明啊，刷落去，时间过去了，反清无要和平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，就是讲我反清的目标，就是讲你这个政府太烂，好、哦，我反清，啊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讲有一个班兵制度。完全有一个班兵制度，什么叫做班兵制度？就是你做官、做兵，台湾人袂使做兵，干来使做用。哦，啊兵甲官一律为长山派来，就是讲为中国那边派来。啊，派来的人，满洲人阁无愿意来。因为温州人哦，冒死啊嘞！人口一爬升来，占着100倍大个所在哦。因家的白痴哦，拢去做大官，拢去做县长啊嘞哦。哦，啊，台湾哦，本来康熙皇帝都不爱提台湾，讲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这是康熙的原文原句。伊讲台湾配太了大，得到我也无太加赚什么，啊，该献身嘛，不过我无了什么，因为我身价有100亿，啊，涂卡10块分，我敢就去扣，免扣啦，差不多迄两三日啦，哦，这都是完全的态度，所以完全满人无来台湾，
来台湾拢叫福建啦、广东啦的人来吃通知，来台湾通知。但是这个外地人吼，吼，咱叫长沙人啊，搬兵制度就是讲三年一任来台湾做兵做官，干来用在做三年，啊，不使娶无个无个囝来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台湾人的血统吼、哦，即阵林玛丽就讲咱的血统85%是被剥夺。好、哦，你卖想讲，哎、欸、啊，我姓陈嘞，我姓林嘞，汉氏嘞。欸、你那是你那是、哦、你那是叫素食啦、哦、可能有啦，四年也四单丢啦、啊、但是已经85%、哦、通过 DNA 去验是但是并不足的、哦、所以这个这项事情、哦、这就是说外来人、哦、搬兵制度、哦、会轮调、哦，好，这寡兵啊，他们台湾无法度生军，无法度生军，伊袂爱台湾。啊，咱袂安尼做，因为康熙皇帝拄着吴三桂，吴三桂该封做浑南王，十年了后就起兵反满清。嘿，啊，即马占台湾，我那台湾一支反我啊，安怎？迄、那个都爱看风咧。到准带来的啊，乘北风而来，那北风吹了到会再来台湾啊，南风而返，南风吹了再转去啊，安尼我一年才一个来回啊，台湾换我都无法度啊，所以不爱滴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搬兵制度啊，袂使娶我囝来，所以予咱的这个台湾人的血统，哦，85%是并不足，好、哦，这是。水鬼吼、哦，是伫起义单单七天那尔吼，就起义成功，就扩到全台湾转舵，建年号永和，吼、哦。啊，乾隆、嘉庆年间吼、哦，啊，啊，台湾的人口增加，但是长沙人统治台湾，贪得无厌。对台湾居民实施暴政、哦、所以台湾人台湾的本地人、哦、无关自己的力量薄弱也是起来盖反抗、哦、所以最大的起义事件就是1786年林爽文大革命1786年、哦、我这个年、哦、要怎么记最简单1776那都一个大革命，美国嘛，美国大革命1776，啊，咱是1786办十年林爽文大革命，啊，在欧洲的，在欧洲的英国当时是世界第一强国，第一强，啊，在美洲吼、哦，去予华盛顿打败吼、哦，啊。英国推都不让派兵过来啊，不是不让派兵，因得到这个美国人得到法国的帮战，因为有外国人的介入，啊，你若要派兵去，我都跟你拼。法国人对英国安尼，啊，所以无法度美洲才让你独立。啊，美洲独立是因为有外国人帮忙，咱台湾人当时无这个地位。哦，无叫外国人来帮忙，哦，所以哦，人第一次征兵、第二次征兵、第三次征兵，全甲这个林爽文打败，哦，所以咱区别讲，本地人甲长沙人的区分，长沙人来台湾哦，三年关两年满。什么末？三年官，两年末哈。三年的官哈，你刚才在来台湾做三年的官嘛哈？啊，两年末，什么末？落地啊，这个末。啊，三年官
两年落地下就跌啊满，吼，再会使转去啦，吼，特别转去啦，吼，啊，都较紧的来台湾，都较紧贪污，吼，啊，各种的贪污的方法拢会出来，吼。这所以台湾人本地人甲长山人的区别，吼，所以拢得反长山，无反满清啦，吼，啊，当时林爽文被逼起义。建年号顺天，哦，这是台湾建国独立的声声，哦，台湾后建国的，哦，但是时间无久，哦，啊，一个经济因素来反清，哦，这个林爽文革命了后，台湾人来起义是亡国，因为伊。阿伯的贪污真大吼，所以吼，该反清吼。像讲第林爽文革命了后，有一个张炳，第1832年领导饥民，这已经无饭通食的人来反抗满清，勾结奸奸商，把米粮吼偷偷运出境，吼。啊，满清政府。诶，地富就抽税了哈，为本色，这是纳古纳制，就讲你收千斤，啊，我最好来抽15%，哦，100斤，这叫做纳古纳制，改为折盈纳古制，就是讲改做换现金诶，你的一斤米，虽然讲1元，啊，100斤就100元。啊，安尼往个只，啊，安尼因一贪，一些贪污的啦吼，感觉就甲台湾人剥削无度，所以起来反抗。好，哦，这也够真侪人啊，19段啦，地条村啦，这是咱无咧讲的代志啦吼。但是咱今仔日要讲的主要就讲林爽文起义，这主义归起义，哦，1721年，哦。林爽文起义，哈，这是213年中间哦，是面对人民对外抗争的历史了哈。啊，头前在林爽文诶，这个朱一贵以前一个无求反清了哈，我就不要紧了，咱啊一个刘确抗清了，拢有了。啊，以前吼有一日吼，奈抗清，就是讲满清创个真乱，啊，创真乱的时阵吼，有一日吼，突然吼，这庙的迄个香吼发火了，你捌看过这无？发火，对吧？啊，发火就是讲神有指示来，啊，唔知指示啥物物件，啊，所以讲啊，抗清了。这咱免讲遐多啦吼，这就是讲当时吼在嘉义关吼，这是吉水溪吼，他们只要发生革命的活动，啊，这台南关吼，朱一贵生在1690年，就是满清统治台湾的第七年，伊经常看到满清政府的官员贪污腐化。民怨沸腾，在这个环境中啊，每一个人拢变作反清的人物啊，哦，啊，伊嘛变作反清。后来伊住的移居内门乡阿母寮，对，今仔日的高阳关内门乡，咱有高阳人无？还有内门乡哦，哦，啊，遐有一个咱的民族英雄。哦，主义鬼底下来闻香，哦，伊是这个所在是伫台湾是讲台南哦，甲凤山之两关之间呐，吼，哦，伊是骑鸭，吼，哦，啊真好客，你若来我都抬鸭请你，吼，哦，啊所以人叫伊阿母王，吼，哦，啊定啊甲这个草莽群雄来往频繁，吼，
啊，暗中结盟，啊，准备起义反清复明，哦，啊，这个都搁牵涉到这个洪门天地会。洪门天地会是因为这个陈友华吼，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的官员将军，那拄到满清吼，提钱来给买。提官位来给买的时阵，大家拢安尼导航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领导家人一百倍吼，怕输啦，砰拢去，吼、哦，啊是怕输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这个要想一个方法，有啥物方法会使无予人买收？伊讲善恰人你无法度该买收，因为善恰人人口上多，吼、哦，所以。组织这个洪门天地会，哦，啊，他都讲蒋介石是青帮，啊，青帮是啥物？青帮是洪门天地会吼、哦、成立了后，有一迄、那个乾隆皇帝吼、哦、讲，恁那呢，拢得甲换的吼，好，啊，恁换的是啥物组织？啊，即款组织，安尼好，我组织一个吼。哦我满清的叫做青帮，好、哦、还是黑社会，哦，啊，提一个漕运，哦，这漕运河哦，一条运河哦，这利益，他们遐个，迄、那个耕米的啦，耕物件的迄个谷粒哦，拢总爱青帮才会使自己，啊，所以这青帮都是安尼大个，所以青帮又称为廖白阿帮。在洪门的来对去看，哦，啊，但是即阵来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孙中山革命嘛是靠洪门的力量，哦，这是咱苏东坡的写，伊什么兴中会啦，哦，迄东西，拢是即洪门天地会团去甲美国檀香山，哦，在海外以下组织出来，过来抗清，哦，所以咱迄个时阵即、這个。水鬼已经有这款的组织了，哦，啊，伊发生的地点大概在即挂所在了，哈、哦，内门乡，哦，这地图看不相清楚，无要紧，好、哦。1720年，台湾大地震，好、哦，啊，谣言四起，好、哦，啊，满清的官员也搁在佚佗了。干啦，知影土里，吼、哦，啊，住台湾的兵啊，腐化不堪，吼、哦，过冬年哦，春天哦，凤山县令出缺，有一个官长哦，无人做，啊，无人做要安怎？哦，知府王真为了私利，派伊的第二囝去做凤山知县，就讲、是、哦，这个官员吼嘛，思想受受的哦，其他欠一个啊，我派阮囝去做官，去做是官长啦，啊贪污贪污啦，吼、哦，运用官职的方便进行大规模的私人利益，吼、哦，啊严苛重练，吼、哦，无休止的摊派各种苛捐杂税，吼、哦，这都是完全的。一向的做法，哦，迄年国台湾国对当海水泛涨，唔知是毋是迄落海啸吼，哦，啊，有人去哦，在写信吼唱戏，啊，即、這个王真就是，即无迄个资格当做官长的人，啊，即嘛即个官长吼，讲你无故结配为理由，掠40多个人。啊，掠40多个人，啊，佮你入去山内底错敌啊，讲而且违禁，佮掠200多个，啊，即个掠的人吼、哦，你呐吼、哦，税红包 ，OK， 好、哦，佮你礼拜的应该赶快，是，因为我，啊，你呐无交红包吼、哦，也佮伊即较有领导，怕市值大板，啊，伫台湾都即个咧清杀，好、哦，即拢是。刚接的累了哈，并驱逐过海，都讲你这不爱和你住台湾，吼、
因为中国也较乱啦，哦，撵回原籍。哦，你有的牛糖铺，若要使用，一定要交钱才会使营业。哇，这真歹。哦，啊，这是满清的官员的骚扰，台湾人民无法度通忍受啦，吼。啊，也够低呼低呼四处菩萨天地会，这是红门天地会结盟者，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挂人天地会干部过来人，他们注意几个处理，好，哦，商讨要安怎起义，好，哦，1721年4月19日，大家讲注意几日来做盟主。啊，创一个黄旗，大元帅朱，哈，哦，旗啊，又称中兴大元帅，哈，哦，正式发动革命，参加的人愈来愈多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朱一贵才30岁那年，到少年，哈，哦。不过迄阵人那活50岁多，已经算不错了啦，哈，哦。啊，七十古来稀嘛，哈，哦，哈，哦，那咱即卖大概70岁。才开始了呀，人生70才开始，那时候有差距了，但是你30，王国民间无训练、无组织的军众去抢冈山之唐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一个警哨啦，吼，吼，啊，清兵走路，啊，就得到鸟枪，有一个枪，顶白数十箭。顶白是啥物件？顶白就是，这顶白是台湾的特产啦，吼。啊，剑吼，剑哇，剑真侪所在，对罗山啦、碧桃逊啦，吼，啊，夺武器，声势是很大。这个时阵，南罗国队也响应，参加的拢是和被满清政府压迫的人。起义数天，几天啊，都有20000人参加。起义几啊几天啊，都有20000人参加。啊，并对府城进兵，并对吼，哦，首都迄阵在首都是台南城府城了吼，哦，进兵。嗯，这种吼，哦，集体武力翻长山抗清吼，哦。台湾清的官员哦，哇，这就传到台南府城去啊，府邸到府城内底吼，啊，总兵啦，什么人哦，哦，哎，嘛去和朱一贵拍败，拢卸下武器离刀，这满清的官员哦，兵哦袂见的啦，哦，就走，哦，啊，朱一贵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支持，啊，就搁占台湖。阿德下淡水溪，下淡水溪现在叫什么？高平溪啦，高平溪以前叫做下淡水溪，哈，哦，啊，现在叫做高平溪，台湾第二大的溪啦，头上大的溪就台北的这条淡水河嘛，哈，哦，啊，第二条溪就是，哎，屏东那边，哈，哦，对，哈，哦。这下淡水溪，吼，哦，来保证的客家人杜君英，杜君英哦，嘛是一个台湾人，但是伊是客家籍的台湾人。看到朱一贵抗清，吼，哦，刚，伊嘛是受到满清的高压统治，嘛是日子过啊真歹过，哦，都响应响应朱一贵革命，啊，率同族人。数百人，哦，都是甲伊个亲同啊，少少几近啊百人来参加活动，哦，杜君英甲朱一贵哦会书，哦，啊，剑刺杀赤山啊，台一千种啊，八种，哦，啊，27日攻下凤山，哦，所以做个真好。这种图是最近翕的，这个叫做顶白。
顶白吼是顶白要做啥物用？你知？顶轻，吼、哦，你真下来吼，下袂烫的。啊，郑成功的时代吼，顶白配就铁人部队。铁人部队，什么叫铁人部队呢？就是身躯拢吼穿拢铁衫。啊，铁衫你要过溪的时阵，歹过。啊，都即个顶白搁较大滴吼，啊，该扛的，啊，人吼、哦，人坐来对吼，啊，该过去。吼、哦，即顶白也够即落，即落就作用了吼、哦。啊，台湾迄个时阵后出山顶啦，即卖顶都少啊。啊，即、这个当时吼、哦，当时即、这个这边是台湾海峡啦吼，啊，这边就是屏东的所在吼。来波吼、哦，这有什么波？什么波吼、哦？就是当时吼、哦，什么堆的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哇、哦、嗨，这潮州镇的吼，吼、哦、啊这后堆的啊前堆的吼、哦，啊右堆的吼，吼、哦，安尼讲，你知啥意思？客家人有六堆啦，吼、哦，对，六堆吼、哦，弄起来翻身啦，吼、哦，安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真好诶，先来，水谷变做有四万大军啊啦，他都唔得讲两万，啊，即嘛变四万啦，其中有大军营，吼、哦，啊来拍台南府城，吼、哦。啊，府城的时候哦，一挂文武官员哦，席卷而逃，先走去平湖，吼、哦。我给所以水鬼攻下府城，就是讲首都给你占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占这个首都的时候，千军吼、哦，看大势一起吼、哦，马来对吧叛变，就抬伊的长官啊来投降。来投降水鬼这边，吼、哦，啊，水鬼在占领府城了后，就做一挂代志，开府库，就是讲存货几个，哦，收货币，出示安民，禁止杀掠，吼、哦，哎，马上哦得到民众的好感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好感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晚清啊，啊，当时哦，这挂移民军哦，这个对这个贪污的污吏哦，众人毫不犹豫下手击杀了，就是讲这挂贪官看到都该抬了吼。安尼，水鬼起义来，干啦，经过十三日，全台湾岛。差不多拢在即革命军的手，哦，敢那村北边淡水地区也未拍来人呀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是摕什么物件？甲晚清兵在作战，都是摕锄头、镰刀、菜刀、竹篙，吼、哦，这个剑。咱台湾有一句话：竹篙到菜刀，哦，啊，就是讲。我要抬你较远个，啊！我要安怎抬？我用个德国刀一个菜刀，啊，就去给劈啦！吼、哦，安尼就更贱啦！吼、哦，啊，安尼贱也有功劳啦！吼、哦，吼、哦。五月初，攻克府城了后，大家吼、哦，把迄个旗装，就是讲晚清个衫，给脱起来，晚清你个衫，长辫剪断。得头髪的吼、哦，迄个辫子吼、哦，留长的吼、哦，该加短。即留个即个乌林的头髪吼、哦，歪吼、哦，啊恢复哦传统汉林的头髪型吼、哦。啊，水鬼开即赤坎路，得到枪炮真多，吼、哦。啊，全岛已经降服，吼、哦。啊，进一步建立永和作为新朝代的代名词。啊，
继续明朝的制度，吼、哦，拜天地，吼、哦，啊，列祖列宗，甲延平郡王田成功，吼、哦，啊，同时大封诸将四十余人，吼、哦，大封诸将四十余人是一个真好的代志，但是咱即马嘛是民政府爱注意的代志，就是这样，你得到政权了，大封功臣，吼、哦。有副作用，好、哦，这个副作用我们来讲，爱注意啊、哦。啊，发布哈、哦，大家尊奉主一鬼为忠心王了哈，好、哦哦，啊，封各地诶，下面平台国公了，开台将军了，哇，讲最名了哈，好、哦，上最起义人数高达三十万。哎、欸，我阿什么就连锁直直跳出来啊！本来起来才几十个啊，十几个开始安尼啊，都变几千人啊，什么两万变四万，啊，即马变三十万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咱头都有解说过吼、哦。但是封官了后，朱一贵吼，伊个军力真严，吼、哦，严禁杀戮。这个时阵，多军英。多军英就是住在六堆的这个客家人哦，伊要求封伊的囝多惠山为王，所以爱注意，这个要注意。我无要求家己哦，我要求阮囝去做王，啊，做一个偏哩较大，哦，水鬼无答应，你也无做啊，我伟大的代志无对。啊，多军人就怀恨，哦，这民政府爱恶的所在就在下，哦，怀恨，专哦，该伊同族部署哦，专撮走，哦，啊撮走，伊袂记家己嘛是受尽满清欺压的台湾人，但是伊受着满清人员的分化，为着小利。转向，哦，联络各个客家庄，自甘低首，忘了自己也是台湾主人，伊嘛是台湾主人啊，伊才袂记伊是台湾主人，哦，伊才过去挖半清啦，哦，哦，啊，伊再度成为满清的奴隶，我甘愿那么来做奴隶，哦，树立大清义民旗。向满清摇尾乞怜，哎，这款代志也过会发生，爱注意，爱注意，咱以后的代志同款，有人会变做安尼，因为我要求要做王咧，啊，你不爱我做王，啊，我都甲你反，吼、哦，啊，反是甲你破坏了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是甲台湾人的幸福拢破坏去。另外一方面，在中国本土，好较紧的派兵，有一个先派1700名，哦，啊，佫派水兵，哦，徐世彪就是徐龙的囝，哦，啊，1200人，佫派12000人，哦，12000人，安尼就对了，吼、哦，12000人，啊，佮兵船600，哦，船派600只。哦，啊，到个鹿耳门，就是伫台南一带吼，登陆吼，相逢血战7日，吼、哦，因为满清的兵有来啊，所以血战七日，啊，朱一贵的部队退休，台南府城，哦，这是当时画图啦，吼、哦，这张图大概的意思是安，是咧。这个所在是荷兰人开的，这个安平古堡，哦，日人地啊，啊，这一坤星、二坤星、三坤星到七坤星，啊、这个所在是吼、哦，应该未使画遐大了，但是伊画遐大，这个就是恰坎楼，吼、哦，啊，恰坎楼，这个城吼、哦，当时台湾吼、哦，满清占台湾吼、哦，除了讲。三年兵，吼、哦，啊，袂使娶某囝，也够
台湾袂使组成，袂使起城，袂使起城。为什么袂使起城呢？早晚恁一挂人拢会反呢。啊，反的时阵，我完全派大兵来恁的城，这些城变作在保护恁的，毋是在保护完整的。好、哦，袂使起城。但是拢有按做高啊啦吼，按你做迄、那个按你简单的迄个防御措施吼，叠、哦、加。这种都是安尼，予大家知影看一下，吼、哦。水鬼吼，专派人去个捡，吼、哦。啊，甲清军死战于二坤身，他都我有讲一坤身、二坤身，吼、哦，啊，伫二坤身的所在。搁刷咯，中国迄边吼，徐世彪搁带兵吼，为七坤身拍入去腹地的南郊，吼、哦。啊，佫派五千个水师为西江啊，吼、哦、来。啊，即马六月二十一，吼、哦、分兵来拍虎城，伊就即、這个即首都爱占倒转来，吼、哦、啊去应战，但是水鬼拍输，吼、哦、拍输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当时的图啦，吼、哦。这是新化地区啦，啊，这是地多位地建，啊，即马这光线看袂啥清楚。这个时阵吼，完全会向用个分化的技术，甲你分化，甲你台湾人分化，用个关节。你若来吼，你来导航吼，我吼，我予你什么关做，吼关节。原牛哦，就是扣扣啊，哦，你要值几块？哦，较侪，起码一票五百块，啊，甲你五千块互你，哦，来，这扣扣啊，哦，抚恤，啊，你若去用台式哦，我甲你起几面庙，哦，四点，免租税，哦，建忠义亭，啊，颁匾表扬。这好处一大堆的吼，你若挖半清的时阵，好处一大堆。但是你都去我去做奴隶的，吼，因懵无想到吃，想讲哎，安尼这好处较大，哦。杜君英居然上吊上钩，杜君英吼、哦、上钩了，哦，上钩了吼、哦，自甘为奴，甘愿去做奴隶，并且学个奴隶为荣。哦，做奴隶真好，甘愿受人的辱骂万世。哦，这杜君英给人骂几万年啊！哦，率部队降清，并反袭朱一贵。这革命拄啊才成功来呢，伊就反朱一贵，啊，过来打朱一贵。反是讲我无甲你合作啊，但是我过来甲你打。好、哦，这是个反击朱一贵，哈、哦，啊，佮召集下淡水溪的八派客家人，等等，同举大清义民之旗，哈、哦，啊，伊失去台湾人的立场，哦，甘愿做台奸，哈、哦，啊，退满清的作奸，哦，这是满清以汉治汉的圈套，你也知道。这个圈套依然存在台湾，啊，要安怎解破？咱知影有前例了，咱就知影讲啊，咱来安怎来个解破？吼、哦，这是分化政策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因此，水鬼甲个革命军全战败。哦，这满清当时甲汉人掠去做兵，吼、哦。叫做绿营兵啦，吼、哦，朱一贵走去山顶吼，啊人用个酒给灌醉，给抓去吼，啊全载个施世彪的营，吼、哦，哎，啊那看蓝挺真哦，看到朱一贵哦，哎那徛条不爱跪啦，吼、哦，啊都该骂。
讲朝廷生人厚泽，哦，阮真有仁，啊，佫真厚泽，就讲对你也真好。你为何造反？啊，伊讲，朱一贵讲，我就是大明的臣子，我是明朝的人，行义书，光复国族，哪会使讲我造反？我毋是造反的，造反是恁啊！哦，你是堂堂的汉人，甘愿做清帝的走狗，这才是真正的造反。恁这挂人是在造反，毋是我在造反。朱一贵安尼讲，造反的是恁。所以南廷真哦，专哦，跪也卡卡大概拱落，啊卡拱落就无力，啊都跪落去啊嘞吼，哦哦。台湾民族英雄朱一贵，甲真侪同志吼，上去北京受刑立审讯，竟被记者对象。看那场对，好了，是有边念边呐哈，无边念中间呐哈，啊劫了哈，是劫死了哈，异邦。啊，下面叫做劫死劫刑呢哈，就是是本来是要抬牛抬马哈，该肢体劫肢解肢体。肢解肢体，这个叫做劫啦，哦，啊，后来做最上败的这个刑罚，就是五马分尸啊，就劫刑啦，哦，啊，千刀万剐就是这，啊，这个的一个，什么叫千刀万剐哦？就是讲在法场哦，一支大枝条啊，把犯人。啊！筷子上学个刀法，一片一片的为受刑人的手啦吼，的肉吼，手、手甲足了，手甲脚吼是该抬啦。啊，他胸大概胸坎，胸后边他抬头壳，吼、哦。啊，最后一个割掉生殖器，啊，取出内脏，啊，肢解尸体，吼、哦。啊，有当时啊吼。这些受刑的人哦，这些气味断，心人在跳，哦，我还有视觉跟听觉，哦，这些临时会用刀割哦，有八刀、十六刀、三十二刀、六十四刀、一百二十八刀，还有三千六百刀，这种寥寥啊，给你留了，哦，这是一种酷刑，哦，这是一种毒。这种刀吼，这是去予五马分尸的刀啦。这头壳给落去啊嘛，啊这手在吃，那手在吃，而且这一个拢离开吼、哦，离开伊的身体，肉身体是在吃，啊但是五马分尸吼、哦，就是这款下场这款，安尼对咱的主意贵。下这个刑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那么就再讲杜君英的代志哦，好、哦，对万清表示朋友的这杜君英，甲因囝为了官衔，哦，有通做大官，啊，做大官嘛，无通做王，降敌。哦，啊，佮出兵打朱一贵的背后，哦，伊是对满清有真大真大贡献的糟糕，哦，就是真伊欢喜啊，即马朱一贵死啊咧吼，伊吼应该会得到官职，切切自喜。结果两个人，爸仔两个人去用骗去厦门，啊去北京，爸仔两个人同时互斩头。要做大官，无遐简单呢。你小想看卖，你做大官，啊，你对方的人，敢要相信你？那无利用计，咱就先该抬嘛。哎、欸，我还过一个咧，
甜之龙，我年纪个时阵哦，甜之龙讲来来来，我给你做官，哦，啊，甜之龙上当，啊上当转那个阿去北京，哦，过十七年了哦，因到十七口，做一工哦，总给你抬了，无路用啊了，迄个时阵，因囝也过第一个。电信公也搁在厦门、金门一带吼，啊，状态嘛。你做了别啊吼，无人要信用你啦。这是去到多位拢爱知影，做了别啊的结论，就是无人要信用你。吼、哦，因死不瞑目，我无了解为何帮助晚清。这么大的功劳，怎么就去用抬头？在历史上冠以大干之名，哦，这就是主义鬼哦的代志。满清从掌台湾统治权，所以哦，伊即马过来统治的时候，全面屠杀。哦，屠杀的中间哦。当然包括无辜的人啦、啊、吼，啊嘛包括吼、哦、当时六队的人吼、哦，哎、欸，你当时你有反清吗？教台，哦，教台，这就是杜君英哦，吼、哦，因史料未及。这个咧都啊都讲到客家人，但是要做台干的，不是干那客家人啦，你哦，哦。在林松文的时候，泉州人也做台干、哦这个完成政府也退泉州人去一个移民庙、哦、移民庙不是客家人的专利、啊、有客家人的移民庙，有漳州人的移民庙，有泉州人的移民庙，有原住民的移民庙，那么做了别下的吼，都一种人拢会出来啊！完成政府都给你奖赏，好、哦，来一次一次的给你奖赏，好、哦。这项代志发生了，完成学到一项代志，就是讲分化台湾，台湾人都应防止再次革命。台湾要安怎统治台湾？给你分化。哦，给你分化，哦，所以迄个时阵哦，解除客家人来台限制。本来西隆是讲客家人袂使来台湾，哦，啊袂使来台湾有两个理由啦。第一，唔在倒位去得罪着西隆啦。第二，客家人住喺中国是较挖山的所在，挖海是泉州人、漳州人挖海较紧来。啊！但是即马解除客家人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策动哦，你来住的人哦，你即客家人住即区，泉州人住即区，吼、哦，潮州人住即区，吼、哦，福州人住即区，吼、哦，拢甲你分开就清楚。啊，就是做以后哦，你即个甲你分化必要的活动。但是福州人哦，无受到满洲官员的分化，所以福州人的后人后代哦，全部甲泉州人、漳州人成为台湾的主人。哦，这福州人有较巧，吼、哦，无去互分化去，因为福州人是讲福州话咧，嘛无正讲咧。啊！伊这是伊该要该分起来，就是要造成一个不团结的台湾做下伏笔，哦，所以台湾爱团结，哦，啊，团结哦，不是讲团结的，都有法都团结，哦，真。西元1722年，哦，朱贵李勇，即嘛就出一个李勇，哎、欸，我会记有一个李勇庙着。在倒位，
德山哦，啊，迄是第，迄是因为搬，哦，嘉靖军又带来台湾哦，迄乌白讲的嘛，啊，迄出乌白讲的，啊，迄利用嘛乌白讲的嘛，哦，啊，所以乌白讲，我起一间庙起来可以，哦，一看嘛，哦，但是只有一个利用，哦，1722年有一个利用。因拢被五马分尸死去，乡民知影讲，伊被台死了，全台南州城隍水镜侯吼做一个庙吼，内门乡水鬼的发源地吼阿母寮，到啊1998年，1998年你记住我在十几年前那年嘛。14年前、15年前了呢，吼、哦，才正式启用。你看嘛，咱台湾的民族英雄哦，拢看做喷手哦，哦，这就是这起一个阿母王在家，啊边啊只有起阿啦，吼、哦，这当然迄阿是用个石头做的，好、哦，啊这个这庙吼、哦，这阵来庙了。这有写主意鬼吼，天上圣圣母吼，兴阳宫吼，啊，这么主意鬼的神威啦吼，得奉拜，吼，这民间对主意鬼真正推崇啦，吼。这个满清统治台湾吼，真乱，很烂。啊，一个舞会开掉2亿多元，赶快，对不？无意思的哦，一个晚会开掉2亿，那有迄个代志？哦，这要讲哦，纳谷制改为纳银制，本来哦，交税金是交7万多啊，你收1000斤，交8万斤。安尼交税啊！啊，即卖袂使，即卖了就8万斤是等于几两？就那讲10两银，哦，啊，你即卖爱摕10两银来，哦，啊，伊即卖就介绍给你压价咯，就是讲，你爱交20两银，才会使抵8万斤。啊！你给你欺负了，所以这个时阵哦，台湾出现一种叫瘟产。什么叫瘟产？就是讲哦，我有土地哦，10家，啊，我报给政府5家，啊，这满清的政府啊，5家是给你收5家的税金，哦。啊，剩五家，迄、那个五家叫瘟产。这项代志到个日本时代发生问题，日本人来调查6几家，哎呀，传统我讲5家嘛，我有10家就讲5家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你5家，对咯，哦，第一，哦，第多家你话落，啊，剩的都唔是你的嘛。啊，所以吼、哦。阿尼的政策下吼，这个日本人为着郭先生替因办一块代志，收属于400家的产。日本人哪有400家的产？迄就是你只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弄四百家啊，这好了，郭先生去啊，哦，辜显荣，哦，辜显荣啥人？辜振如的老爸啦，哈、哦。所以。啊，什么叫600文？哦，文哦，分做720文跟600文，是什么？恁不看人，还是在电视看到？不是安怎算文哦？不看到哦，算文就是哦，迄银元哦，爱锵啊，锵锵锵锵锵，啊你。
你若内行的就呛了，啊，这个准的，啊，这个有杂质在那边啊，哦，呛呛呛，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咧算钱的时阵，呛呛叫，呛呛叫，哦，这不样算的也阁唔知啊，那，啊，这银有两种，一种就是68%，啊，一种72%。啊，为着这项代志，我去问我一个同学在中央银行上班，哦，该苦多，哦，伊嘛唔知啊，要就去查，因为来对资料也出来了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个其他的税金，哦，课税啦，咱现在讲啊，毛钉啊，翻箱、梁头、财铺，也什么名拢有啦，哦，啊，钉银、地钉银，吼、哦。这税金哦，实在一好的啦，好、哦，好、啊，丁付就是啥物？每一个壮丁男性拢爱交税金，好、哦，叫做丁啊丁付，每一个查甫啊，这个丁付哦。在荷兰时代占台湾就实行了、哦、荷兰时代占台湾的时候还要抽一个税金，除了种丁、哦、一年要交一年六皮以外、哦、还要叫这个人、哦、去做荷兰人的兵，退荷兰人打前锋战，啊，怕是叫做血税、血税，哦，迄同款。即二二八前吼，咱台湾兵将掠去一块去上海去作战，哦，啊，掠去要怎啊？甲国民党集体投降去哦，共产党，哦，啊，佫耍落咧。来台湾台台湾人迄21书吼，哎、哦，就块就讲袂歹啊，即款人台个这么认真，好。较紧嘞，调去上海配台，啊，调去上海台发生啥代志？哎、欸，对面就是共产党的兵是台湾人，台湾人大家都该为21师该歼灭啊，所以来台湾人的21师去个上海去用歼灭，哦，这样、哦、国民党无必杀。这税金的代志，咱都。讲较少的吼，咱因为咱的时间啊真有限吼，哦，还个分享，哎、欸，做原住民比较单纯呢，爱交钱，好、哦、分享，好、哦，一年一二两，甚至高达120两，极度苛酷，哦，满清哦，承继的东宁王朝，哦，诶制度。有叫做番饷，又名番丁饷，哦，啊，各分做吼，实番的甲生番的，实番那个生番的，我，那讲生番啊，唔嘛啊，生番呐，还是实番有实番哦，啊，他伊就爱交偌济币，一招七道，啊，较少年的一招三道。啊，查某，我嘛甲你扣税金，一招。啊，驾车啊是啥？八字的啦。驾车啊是啥？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，替台湾人写一种文字，叫做新港文。啊，新港文就用 A B C D 26个字母，啊，就真容易，你就会晓写。啊，你会晓读这个。平埔族的话吼，啊，所以专写这个文出来，啊，这款的人叫做驾车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咱即马讲教员，不过这个教员是专门教这个罗马字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是当时吼，伊、哦、改来改去吼、哦，就是要加家己包钱啦，吼、哦。迄个时阵哦，番饷哦，有大小社有89社，
5090人，哦，啊，伊得到牛牛7808牛，哦，啊，其他还佫有甚物细菌？哇，迄侪咯，哦，臀水、爱水，哦，梁头白补、渡船水、温港潭户、火、柏豪。温水、醋水，哦，醋水有啊，啊，醋水哦，是汉林的本寿是起的多，起的醋外口嘛，对不？啊，醋外口哦，啊，另外要醋水，你若有醋店的，拢叫爱去有醋水，所以吼、哦，真侪本寿无醋店，哦，那就醋店，我加交钱的呢。也出色哈！哎、哦，一、啊、个槟榔仔，就是讲哦，你要采槟榔哈、哦，啊，你就爱去一个水晶厝啊，吼，暗时常过米哦，啊，去捡水。鱼龟哈、哦、啊，哇，你就知讲像这款的，完全来通知台湾，敢会通知会好，所以。三年一小患，五年一大乱，在台湾，为什么三年一小患，五年一大乱？就满清通敌，湖北通敌，哦，甲即卖咱得讲无能的总统同款，哦，啊，满清的历史记录，毛得讲满清在台湾的官员哦，实在傲甲袂讲的傲。伊讲吼，即有一个大官来台湾吼，伊写讲各省吏治之坏，治民之各省的官员真歹真歹，到个福建上歹，啊，闽中的吏治之坏，治台之矣。哦，闽中吼、哦、在福建哦，上歹上歹就是在台湾的官啦。沈葆桢，您大概拢知影啦吼，哦，始由官以吏畜为爪牙，吏畜以民为鱼肉，所以来台湾哦，专门的台湾人哦，啊，所以当时台湾有一个谚语讲：衙门八字开，无钱不用来。衙门八字开，衙门八字开，无钱唔免来。哦、所以，那有人高举义旗，无分南北，大家一起反清。哦，这就是这个，啊，也够刷了，伊经济政策嘛，对台湾人无好。因为咱台湾人是靠海生活，但是家咧海袂使互你出海，哦，互咱哦本来拢是靠海伫趁钱的哦，这条路啊拢断断去，哦，我看今仔日时间到啊，讲到这为止，感谢各位。今日立正，今日。阁刷落去即阵吼、哦，